究竟有啲咩根喺嘅背單咧嚇？試下我哋招牌嘅蒜蓉蒸沙蟲。哇！首先試下個主角先好唔好啊？好啊，試下個沙蟲先啊！哇，蒜蓉沙蟲喎，哇！ 鮮甜爽口，每一啖咬落去都係索索索索索索索咁聲，一啲沙都冇。個蒜蓉撞呢個沙蟲嘅鮮甜啦，再加上咧係唔腥嘅，佢可以話有海味嘅味。我之前食過沙蟲乾啊，嗰個味咧就好似魷魚絲咁樣樣，係會似濃好多嘅。啊，呢個就我哋食佢嗰個清甜味咯，鮮到咯，脆口咯。我嚟到個，真係脆口喎。 跟住我應該試下呢個紅葱頭焗餅，我哋餐廳自己嘅特色嚟嘅。紅葱頭擺底，裏面有豆豉啦，有菜脯啊嘛。係有菜脯。喺邊度嘅菜脯啊？潮州。大埔逼逼炒曬啲油啊嘛。好香口。哇！聞到都想食啊呢個，哇！細嘅紅葱頭咧，我哋好多時做粵菜嘅時候咧，爆起嚟係特別香嘅，我嚟起鍋嘅。先試下先，哇！ 好滑喎！呢個七成瘦啊，三成肥。係，但係食落一啲都唔肥喎，好香口。加啲人比較注重健康啊嘛。哇！豆豉菜脯個菜脯又係好香。哦，但係個豆豉又冇令到話佢好鹹喎。主要係調味用嘅啫，豬肉同埋菜脯為主。但係耐唔耐咧咬到一口豆豉咧，又真係學你話齋係掉一掉個味，好嫩喎個肉。炸嗰啲咧。 就平晒嘅，打得靚嗰啲咧，其實你係會見到佢粒粒白白咧，你咬落去先有個口感嘅。因為我哋自己剁噶嘛，炭水嘅好朋友，你試下呢個碗先。炭水好朋友，點解會整到咁一個樣？個面可以咁嘅樣嘅？其實呢啲都係糊泥嚟噶，只不過都係糊泥嚟嘅，但係佢真係個面係炸到咁嘅樣，你係一嚿嚟嘅，本來你唔係三嚿，你一我見到佢成一二三四四層咁嘅樣喎。係一嚿嘅。 嗱，呢啲咧就好講師傅炸嘅技巧。係啦，係啦，真係唔係咁易做喎呢個。係，好多就係平嘅咯，佢又唔會起酥咯。呢個點樣開始食啊？呢個我哋揾支匙羹。哇，唔敢破壞佢個樣啊！啊，唔緊要啦，好食最緊要嘛。哇！呢個狐狸，哇！ 外脆內腍，出面咧就炸到直情係起酥嘅，一層兩層再加裏面個狐狸，等我睇下你有啲咩乾坤喺裏面先。哇，好香口啊！係咪有加到少少肉落去？入面其實係有餡嘅，冬菇蝦米同埋一啲肉粒。見到啊，呢層又唔同啊，見唔見到啲肉汁搣曬出嚟？ 結婚先食噶嘛，平時係嘛？爸爸嗰個年代咧，佢哋就結婚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呢個。胡合胡合，百年好合。係。嗯。要結婚啦，係嘛？我未得。咁你其實實質幾多歲咧？你同我差唔多啊？我二十零歲。廿幾？你邊年啊？我95年。 95年，哇！我真係你大哥哥咯，咁樣我80年喎，超級大哥哥。你咁年輕你就已經開一間咁嘅咁好味嘅沙蟲嘅餐廳，係因為你係爸爸留落嚟啊，定係點樣樣啊？媽咪開嘅，當其時03年嘅時候咧，就響其他地方開咗先，然之後就一直開到依家，咁就20年噶啦。我見到媽咪爸爸咁辛苦啦，咁譬如話翻嚟餐廳幫手啦。 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學到啲嘢啦，偷到啲絲啦咁樣。一定得啊！好，爸爸媽媽等住睇你結婚啊！好，肯定，多謝你。呢個時候工作人員放飯，嚟啊！一定要食啊！呢個肉餅好好味啊！有乜嘢係東莞出產嘅呢？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多。
其实由晚清时期，珠江口是中外贸易仅存的航道，而东莞作为最关键的一个城市，就成为了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大门了。到了70年代，张子离成立太平手袋厂开始，就建立了由香港提供原料和设备，东莞提供厂房和人力的两地合作生产模式，叫做来料加工。同时东莞人开始找祠堂、会堂和饭堂做厂房。10年之间，虎门镇的服装、大朗镇的毛衣、大岭山镇的家私就成为了东莞的招牌货品了。到了今时今日，全球近1/4的智能手机、3/4的电脑主板、1/5的羊毛衫、1/10的运动鞋、1/4的潮流玩具都是来自东莞。这些产品你总会用过的。